第二条，每分析一步，每分析一步，都要指明结构的直接组成成分，都要指明结构的直接组成成分，对不对？你常常吃苹果，到底它的直接组成成分是什么？是张三家吃苹果呢，还是张三吃加苹果？对不对？第三，在分析中，只管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，不管间接成分之间的关系，比如张三吃苹果，我们只管张三和吃苹果是什么关系。那么张三和苹果是什么关系？张三和吃是什么关系？不管，只管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。第四，层次分析。不考虑内部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。张三吃苹果这样分析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买一本书。也是这样分析，层次也这样画。你看，从层次上来讲是一样的。那么内部的句法关系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宿宾，这个是定中，那么这个是宿宾，这两个从积分上来讲是一样的，只是内部关系不一样，但是它内部的语义关系一概不管。层次分析不管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，这是我们要讲的层次分析的一个基本精神。第四个问题要讲，运用层次分析要注意的问题。第一个，积分不能凭语感。不能凭语感，不能说我感觉到应该在这个地方切分，因为语感是靠不住的，因人而异可能。语感是重要的，但是靠不住的。语感可以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、切入点，但是不能作为依据。张教授写的一篇文章，是不是？你要凭语感。他没有学过语法，凭语感，那可能就每个人的语感可能不一样。每个人的语感，可能他认为应该是张教授写的一篇文章，也可能认为应该是张教授写的一篇文章，也可能他认为张教授写的一篇
文章都有可能的，从语感来讲它都有可能的，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语感，而且他想的角度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他这个都可能，因为这个不能根据语感。也不能根据语言停顿，我们前面说了语言停顿跟语法有关系，会影响句法分析，但不能倒过来啊，说我们那个进行区分就可以根据语言停顿，也不行。比如说这样一个句子，我昨天买了一件最新潮的外套，那你这个语言停顿很难说一定停在哪儿，你可以说我啊昨天买了一件最新潮的云，是吧？外套，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停顿。啊，我昨天买了一件最新潮的外套，你也可以在这儿。你也可以，我昨天买了一件最新潮的外套，也可能在这儿。我也可以说，我昨天买了一件最新潮的外套，我也可以停在这儿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停顿你都可以啊，而且不同的停顿可能就是隐含的这种语气什么东西都可能不一样，因为层次分析不能根据停顿。那你说根据什么？从理论上来讲根据什么？根据替换率。根据替换率，什么叫根据替换率呢？就是在最大的替换率那个地方，这个在替换率最大啊，或者说最高的地方积分。不，这个是理论上的，你谁来这你怎么来衡量？你比如说张三吃苹果，到底张三跟吃苹果替换率最高呢，还是吃跟苹果之间替换率最高？这怎么计算啊？我怎么计算？我怎么知道替换率高替换率低啊？对不对？这个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啊。当然，你比如说张三吃苹果，那应该说替换率大的还是在张三那儿，对不对？你张三后面吃苹果，你什么动词都可以接上去啊，你吃的后边能跟多少东西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吃的后边能跟的东西，我在张三吃这个中间替换里我也能跟，你说张三吃苹果，张三吃香蕉，张三吃梨，那我照样张三吃苹果，张三吃梨，张三吃香蕉，我还跟别人呢，张三搬家，张三上学校，张三最伟大，我都可以替换，对不对？而且保持一个主谓关系，是吧？主谓关系。但这个呢，说实在，只是一种理论上的，理论上是这样，是吧？理论上是这样。因此，我们除了理论上以外，我们最好你能给我一些抓得住的，能帮我来思考的一些东西。因此我们需要做一些具体的依据。
那么这个依据呢，即使是参考性的，你能给我一些具体的依据，那么即使这个依据呢，只是一种参考性的，那也好。第一条，参考性的，这些的说明，这个是参考性的，每一个层面，七分所得的直接组成成分，啊，所得的直接组成成分。其中一个如果是合成句法形式啊，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还是合成句法形式。什么叫合成句法形式呢？即不是单词，比如说张三吃苹果，那么张三一部分，吃苹果一部分，张三已经是单词了，吃苹果呢，它还是一个合成的句法形式啊。那么每一层面七分说得的直接组成成分，其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还是合成句法形式，那么那个合成句法形式不能是该结构所独有的啊，应还能在其他结构里边应还能出现在其他结构之中，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，比如说很有办法，很有办法三个词，对不对？到底是很加有办法呢，还是很有加办法？那这一条规则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，为什么呢？不管，比如说按照这种切分，那么一个直接组成成分就有一个合成句法形式，那么就看这个句法形式能不能在别的结构里边出现。那么如果按照 B 这一种切分，那么它的合成句法形式是很有，那么看它能不能在别的结构里边出现。那我们就比较啊，按照 A 切分有办法可以在别的地方出现，我有办法，张三有办法，有办法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可以在别的结构里边出现，很有呢，只能在这种结构里边出现。你还能在别的地方出现很有吗？我很有不说，很有的人不说，对不对？由此可以证明，这个切分比较可取。我再强调，我一再说啊，我们在句法、语法研究里边，语言研究，通常我们不说对或者错，通常说哪个更合理，那么我们说这个更可取。根据的就是这一条。第二点，
每个层面上七分所得的直接组成成分。啊，就是还是那句话，每个层面七分所得的直接组成成分。他们之间组合所依据的规则，啊，每个成分直接组成成分，他们之间组合所依据的规则，他们之间组合所依据的规则，在该语言中有普遍性。我们也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在该语言中有普遍性。张三喝啤酒，怎么分啊？是张三喝啤酒，还是张三喝啤酒？第一条规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呢？按照这个提问，喝啤酒别的地方可以出现，对不对？喝啤酒的人，喝啤酒的时间，对不对？按照这种分析，张三喝也能在别的结构里边出现。张三喝的时候，小李在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说张三喝，李四不喝，他也可以在别的里边，因为头一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那么是不是这两种提问都可以呢？不是。按照这种切分，意味着一个动宾结构做谓语，整个是主谓。按照这种切分，意味着整个结构是一个动宾，是个述宾结构，述语是个主谓结构。那我们就看这两种切分在这个语言里边，主谓之间是一个名词和一个述宾结构，这种组合形成一个主谓。还有一条规则，述宾结构两部分之间是一个主谓加个名词。那我们看哪一种普遍性更大呀？光就这个例子来说，也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争一万年争论不清楚，因为两个都可以啊。哎，我也可以不要啤酒，张三喝；我也可以不要张三喝啤酒，真的不清楚的。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讨论到的问题，当你碰到解决不了的时候，你就要放到整个语言系统当中去考虑。从整个语言系统一考虑，问题就出来了。什么出来了呢？大家知道，任何一个语言，它的动词都有一部分叫粘宾动词。什么叫粘宾动词呢？就这个动词要么不出来，出来后边一定要带宾语，不能不带宾语，在任何情况底下一定要带宾语。虽然数量不多，你要考虑。比如说，俗语，这就是一个粘宾动词，是吧？我们说，金鱼、俗语、哺乳动物。啊，它虽然是鱼，但它不是鱼类，对不对？这个俗语就是一个粘宾动词。采取 A 切分，我们可以对付这一种结构；采取 B 切分，你就没办法对付这种结构。
可见这种切分适应的面更广，因此我们觉得取这个更可取。